欢迎收看本节目，我是主持人小金。12月12日讯，12月12日晚间20点30分，英超联赛第12轮，狼队主场迎战阿斯顿维拉，最终狼队主场0-1不敌阿斯顿维拉。第17分钟，狼队后卫塞斯禁区内疑似手球，裁判没有做出表示。第38分钟，波登塞前场断球后外围一脚低射，皮球被马丁内斯倒地扑出。第40分钟，阿达马特拉奥雷右路内切后送出横传，登东克尔跟进一脚推射被扑出。第58分钟，格雷利神左路连续晃动后送出直转，继路易斯外围晃开角度后一脚低射，皮球稍稍偏出球门。第66分钟，继路易斯前场送出直转，沃特金斯禁区内小角度抽射，皮球被帕特里西奥神勇扑出。第80分钟，佩德罗内托左路突破后插花脚传中，登东克尔迎球一脚推射，皮球被马丁内斯飞身扑出。第85分钟，继路易斯由于肘击动作吃到第二张黄牌被罚下，阿斯顿维拉场上少一人作战。第93分钟，麦金突入禁区，随后被塞梅多放倒，裁判判给阿斯顿维拉一粒点球，随后埃尔加奇点球推射右侧破门，0-1。阿斯顿维拉中场前上演绝杀。第95分钟，穆蒂尼奥吃到本场比赛第二张黄牌被罚下，狼队场上同样少一人作战。最终全场比赛结束，狼队主场0-1负于阿斯顿维拉。编辑：姚凡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点击订阅收藏不迷路。